来关心新北市板桥埔州合一徛家昨开标了，由日先生公司以149.31亿投标，拢总11公顷的土地，预计要起4618户的徛家，有一成是要用租的。内政部营建署表示，因为这厝卖甲正俗，所以甲出租的年限延长一倍，必须要租满10年才会当来做别种的用途。买这厝嘛，必须要满10年后才会当阁买卖，预计103年底会使来完工交厝。靠近台铁埔州站阿东病院附近，阁有烂地生态的新北市板桥埔州合一徛家预定地，分两区，总面积有11公顷，正开标。日先生公司以149.32亿提到这个开发案，规划要起4618户的合一徛家，一成差不多有448户会来提供出租。因为合一徛家以相对市场较俗的价钱来卖，也是租。内政部营建署嘛，甲出租的徛家年限延长一倍，必须要做满10年才会使做其他的用途，嘛必须要买满10年才会使再来买卖。最快是在今年年底，那么最慢应该我预计是在明年的3月份。我说最慢哈，就可以拿来公开的标售。那么我们预计是应该可以在103年的年底可以来完工交屋。埔州合一徛家未来会规划成为生态社区，园区内底500多丛的树啊，全部拢会来保留。未来每一坪的价钱未当超过19.5万元，是比即马板桥地区的厝价俗真多。它的售价大概是一般区域行情的6-7折嘛，你用19.5万在新北市，然后又有交通又有环境，还有学区概念，我们认为它相对是低的。未来符合条件第一届卖出的族群，会使以卖到800万的计数，伫新北市的房价卖到3房的价格，也会对当地房市造成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